那弟弟，你要找到螺了吗？我告诉你哦，就在这里。哦，拜托去采龙眼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刚叔叔不是要带你们去采龙眼了吗？哪里有螺？这不是大便吗？没有看到螺哎，我没有看到。来，姐姐去找。对，有很多啊，我找到很多哎。是啊。嗯。你帮我问吗？好，帮你拿海绵宝宝。姐姐，你有看到？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那你告诉姐姐，在哪里？哪有？那个是寄居蟹啦。看一下。哎呀，真的有哎！弟弟，在这里。被叶子盖住，来，弟弟，你用手。本来都是大便的耶。谁要抓？是姐姐要抓还是弟弟要抓？爸爸帮我抓。没有没有，姐姐好了，来弟弟。帮我抓，爸爸。好了，我帮你抓了。哎呀，这是我帮你抓。来了，给你。帮我放进去就好了。它这个是不是不能沾太多水啊？可以啦。是哦。它是被都当官僚了。我不知道哎，放进去了。过来呗。那我放个叶子进去好不好？它喜欢在叶子有叶子的地方。来，弟弟，放个叶子。来，叶子给它放进去。妈妈教我。然后这里。哎呦，蛇哦！好，我去看，我抓。